配饰不协调，辣眼睛怎么办？九个超实用配饰网站，让你轻松搭配出好看的颜色。不管是做海报、PPT 还是画画，甚至穿搭都非常适用。Chinese Colors， 古典唯美的中国传统配饰。虽然这个网站没有检索功能，找配饰需要一个个点开，但是好在同色系的都排列在一起，而且是通过变换整个网站颜色的形式，更加直观地展示中国式之美，时不时就会被惊艳到，就像是在挖宝一样，充满惊喜。Nice。与之类似的网站还有 Nippon Colors， 提供的是日本的传统配饰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一起收藏。Ugradients 提供了300多种绝美的渐变色，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。如果看到喜欢的配饰，你可以选择复制颜色值，也可以通过生成 PNG 图片直接使用，非常方便。如果你喜欢相对柔和的风格，那可以试试 Web Gradients 这个网站，这里有180种清新唯美的渐变色任君挑选，而且单击任意颜色就能够全屏体验。 Color Space， 这是一款简单好用的渐变色在线生成器，进入网站只需选择任意一个颜色，然后点击生成，网站就会自动搭配出20多种不同风格的配饰方案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选择喜欢的两个颜色或者三个颜色，直接在网站生成渐变效果。如此实用的渐变配饰利器，还不赶紧码住。 Palettable， 这个网站会随机推荐颜色，你可以通过选择喜欢与否搭配出专属的配饰方案，还可以直接导出图片使用。而 Helpful 就有所不同，它不会推荐颜色，而是需要你在多种色彩中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成配饰方案。 Chroma， 通过个性化的色彩算法找出适合你的配饰方案，你需要从颜色库选择50种最喜欢的颜色，然后为随机生成各种颜色组合，这样就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哪些颜色搭配起来更加好看，简单易上手，非常适合不擅长配饰的小伙伴。 Adobe ColorAdobe 出品的在线配饰工具，这里不但有9种常用的配饰类型，还提供了4种色彩模式，你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实时搭配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通过上传喜欢的图片来分析获取配饰方案。如果制作海报时不知道怎么搭配背景和文字的颜色，也可以用自己的颜色对比工具，它会给你一个直观的参考，告诉你是否合适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觉得有用记得点赞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